大家好，又到了 Costco 每周特价时间。进入春季，又是一年一度单车热卖时间。今年单车价格和去年相比有所回落，却基本无人问津，让专人负责的工作人员显得无所事事。袋装球镜花隆重上市，每袋17.99块。水仙、马蹄莲、大丽花等品种应有尽有。最开心的是，年前推出了花生娃娃酥、椒麻花生等已经清仓了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周 Richmond 店还有什么特价新品清仓价。主食物的龙虾每盒减6块钱，有一只装，也有两只、三只装的，最贵的60多块钱，最便宜的才15块多，同样减6块，当然挑一只的了，算下来才9块多。略带辣味的泡菜拉面，汤头是浓浓的泡菜味，喜欢辛辣风味的会喜欢。这一盒12碗，原价13.99块，减3块钱后，现价10.99块。灵感来自设计家儿子画作的兔子，是儿子希望得到的复活节礼物。兔子形象活泼可爱，也保留了夏士莲巧克力的高质量，于是成为复活节期间家庭美好回忆的一部分。原价21.99块，减4.5块后，现价17.49块。来自法国家族面包店的羊角包，使用新鲜的鸡蛋、黄油、奶油，融合了香浓的盐、焦糖、柔软的马芬质地，咸甜的巧妙融合，增加了食物的层次感、口感。这一袋16个，原价12.49块，减2.5块后，现价9.99块。台湾圣香珍品牌的椒麻花生，上个月开箱过，只是分量太大，吃个零食变成主食了，现在清仓处理了，清仓价13.97块。台湾红豆食府旗下的娃娃酥，开箱后一直等着它特价，想不到就清仓了。它结合了老上海的手工制糖技术，加入日本的海藻糖来降低甜度，吃起来甜而不腻，浓浓的古早味，清仓价14.97块。华人喜欢用的调味料也在 Costco 现身了，它提升食材鲜味的同时也不影响原味，是华人喜欢用的调味料，这一瓶1公斤，现在卖9.99块。精致美味的点心马卡龙，口感丰富，外脆内柔，有各种不同的口味，这一盒460克，原价18.99块，减4块钱后，现价14.99块。纯天然奶酪零食好久没有特价了，它用100%真正的奶酪制成糖果形状，撕开外面的蜡壳就可以吃了，没有生长激素，没有防腐剂，这一袋有32粒，原价16.99块，减3.5块后，现价13.49块。乍看以为是芝麻酱的洋葱酱，用烤大蒜、洋葱和腌料制成，可用作沙拉、海鲜等调料，千万别当作芝麻酱拿哟。原价9.99块，减3块钱后，现价6.99块。100%纯天然水果制成的水果棒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不添加糖、化学颜色、香料及防腐剂，富含纤维和维生素 C， 里面有30包，10包苹果蓝莓16，10包苹果草莓，10包苹果芒果，原价21.89块，减2块钱后，现价19.89块。结合了多种香料调味料的混合调味料，除了盐、碎胡椒、脆蒜，还有洋葱、迷迭香，不含人工添加剂、防腐剂，可以用于各种菜肴。原价7.99块，减2块钱后，现价5.99块。日本卫浴大牌的马桶座圈，每次使用前都会先对马桶进行喷雾清洗，防止碎物附着，可调节式出水设计，
温水清洁、加热座圈、暖风烘干等功能，能让如厕干净舒适。原价499.99元，减100元后，现价399.99元。帮助年长者补充视力的老花镜，有一组两副的，也有三副的，有不同度数可供选择。原价19.99元，减5元后，现价14.99元。家庭适用的遮光窗帘，完全遮光，还可以降低噪音，附有金属环，每块长宽分别为213厘米、132厘米。这一组两块，原价39.99元，新上价24.97元。提供长时间保持兴奋状态的游戏椅，透气性能面料制成的软垫，从手臂高度、头枕高度到座椅高度，都可以调节到定制贴合的最佳位置。多项灵活的腰部区域，可提供持续的下背部支撑，玩得轻松写意。原价179.99元，减40元后，现价139.99元。来自丹麦的电热水壶，采用黑色细节设计，具有人性化设计的握把和开关按钮，给人一种优质时尚的感觉。手动开关，当水壶达到沸点时自动关闭。第一次在 Costco 看见，现在卖37.99元。户外露营停电紧急情况下提供电源的便携式发电机，使用无线遥控钥匙，可以在24米之外轻松启动停止发动机。9000瓦的运行功率，几乎可以供应日常的所用设备。原价979.99元，减200元后，现价779.99元。凹磁涂层和负离子技术的自动卷发器，只需将一缕头发置于设备中，按下按钮，就会自动将头发卷曲成漂亮的卷发，具有不同的温度、时间设置，实现不同风格的卷发效果，不必到美发店了。现在卖99.99元。几秒钟内就能伸缩折叠的收纳箱，可以根据自己需要，可以拉伸到两种高度，两侧配有舒适的手柄，适用于整理储存各种物品。45升的容量，现在卖9.99元。能为眼部肌肤提供滋养成分的眼霜，令眼部肌肤更显紧致柔滑，声称使用7天后，眼部细纹及幼纹明显减少，黑眼圈及眼袋变淡。这一组120粒，原价49.99元，减17元后，现价32.99元。英国人几乎人手一瓶的万能神油，100%纯生物提取，是一种不着色不油腻的天然油，可用于面部及全身皮肤，轻薄好吸收，用过没有感觉这么神。这一组一大一小两瓶装，原价29.99元，减9元后，现价20.99元。过敏人士换季家中必备的药物，可以有效减轻因过敏引起的鼻塞、流涕、打喷嚏等症状，主要是针对花粉、灰尘、宠物毛，还有过敏性鼻窦炎、皮肤过敏等，没有昏昏欲睡的感觉。这一瓶175粒，原价64.99元，减13元后，现价51.99元。纯天然植物精华的助眠品，有效镇静安神，促进睡眠，帮助提高睡眠质量，迅速解除疲劳，达到完全松弛的效果，没有任何副作用，依赖性。这一瓶90粒，原价17.99元，减4元后，现价13.99元。日本任天堂的宝可梦游戏卡套装，有4张游戏推广卡，5个迷你锡盒中有10个宝可梦 TCG 补充包，5张艺术卡，5张贴纸，成为宝可梦玩家的收藏和游戏体验，现在卖49.99元。好，这期就介绍到这。
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，欢迎新朋友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